我告诉你啊，这尖椒干豆腐10个厨师9个你都做不好。吹牛逼，早手就会。我这是冻干豆腐，知道不？冻干豆腐谁也做不好。啊，那这么事儿？咋的？那你这为啥做咱冻干豆腐呢？那吃不了不冻上？啊，吃不了冻上的。水烧开了之后，看着吗？放点啥？小苏打。哎，放点小苏打。哎，小苏打管啥知道不？管啥的？评论区打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我这你不知道。干豆腐放里面烫。干豆腐放里面。哎，这干豆腐他妈冻了啊！特意做的冻干豆腐。哎，冻干豆腐，你别老假戏，行不？坏的壳，那我冻不就坏吗？上个视频老铁都说让我打你，小点声，别老说话，吵吵吧。话太厉害。好，我一天给我打的，哎呦！干豆腐烫个1分多钟，给它捞出来吧。啊？为啥搁小时候打？搁完吧，这玩意儿小时候打它嫩点儿。啊，嫩点儿。这有干豆腐嫩。哎呀，大王的心里，哎呀，真嫩！起锅烧油啊！愿意吃五花肉可以放点五花肉啊！馅儿提前准备好，辣椒蒜片，扒出香味儿啊！必须得扒出香味儿。有的人说这个辣椒后放，为啥要后放啊？干豆腐都焯完了，你还放？酱油啊，酱油。吃啥呀？吃蒜香，吃蒜香。大火来，加水，加水了。多加点水。炖呢，这玩意儿炖它啊！哎，就是尖椒炖干豆腐呗，少放点蚝油啊！蚝油，记住了，蚝油炒啥菜都别炸锅，炸完锅蚝油就不鲜了啊！就放完白放，跟放泄盐似的，有啥这么事儿？哎，别酱，你要不酱的话呢，我啥都告诉你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到时候你不会做啊，这回调口，这还得跟你学。哎，少放点盐啊，盐。鸡粉 啊，味精啊，完事儿了 啊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，哎，倒里头，炖一会儿啊。啊，这时候咱们勾芡儿啊，这啥呀？水淀粉，看着没？啊，头一遍嘛，先给它稍微啊浓一点，侧锅啊。啊，锅上粉啊，勾芡，勾芡，这是第一遍芡儿啊。炒干豆一般都勾3遍芡儿，3遍的。哎，对对。第二遍稍微细一点，细一点再来一遍啊。啊。再来呀。看见没？这回这干豆结实没？最后再来一遍更细了啊！看，哎呀，老弟，3遍芡。最后出锅的时候来一遍油。啊。哎呀，最后再来点啥呀？加料调料油再放点调料油啊，最好出锅再放点蒜末啊。这人不吃蒜末我就不放了。来，放这放吧。来，看这小干豆炒的呗。啊，看着没？哎呀，嘎嘎亮的，真亮。来，上那边录去了。哎，记住了啊，炒干豆腐就像我这么炒，3遍芡，干豆腐焯出搞点小苏打，它软乎，看着没？嗯。来，这小干豆腐吃去吧。行家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啊！这小干豆炒出来，你看着没？都不带冒气儿的，这叫正经的，看着这手法的，凉的，操，凉啥呀？他妈假气，他妈凉了不就不冒气儿了？还假气，净闹，这么凉。